用没有。希望学错了，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好，回向，我们总回向，愿此殊胜功德回向法界有情，尽除一切罪障，共成无上菩提。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灾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个别回向。回向自己、家里成员、亲朋好友，比如周遭认识的古特切罗，比如目前身心正在受苦界众生，包括君宇、劳清泉、怀德、许秀香、陆不月、彭瑞鸾、叶宣珠、蔡念华、彭光辉、廖家勇、林秋雨、黄玉明、王志勇、廖宇成、黄瑞和、徐伟绿、林翠、魏婉霞、黄昭栋、蔡雪龙、郭雪灿、黄海龙、陈淑华、陈庆元、
周一节正义务许龙佐黄伯成翁敬忠翁碧莲王蔡黄秀莲苏约许家宏庄玉纯王明金叶乃伟王颖叶景熙陈冠佑陈怡静叶雅珍杨淑琴王晨朱熙林王慧修徐晓徐美木脸的儿子陈玉珍谢秀英周婉娟林春龙林曼玲曾李秀威宋开熙曾义伟曾秀雄林春娇还有被武汉肺炎感染至身心痛苦者希望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跟护佑身心安康事事顺遂同时会上不管遭遇天灾战争意外死亡的中阴身还有这辈子当过我们家人亲属朋友的往生者还有无始劫来我们神山供应亲债主有无始劫跟我们血缘关系历代祖先包括初龙华李卓山还有被武汉肺炎感染致死亡者然后造成武汉肺炎这些冤灵跟病毒有目前正在三恶趣受苦且众生还有跟住在一起的地球灵冲护法鬼神以及没人照顾共感的孤魂野鬼希望得到诸佛菩萨的摄受跟接引能往生净土速成菩提再回入娑婆度有情我们观显然阿弥陀放出无量道的金黄色光的光芒快速的融入到自己还有所有众生的身心当中好破阿弥陀金黄色甘露光芒的洗涤跟加持这个甘露有四种甘露无病长寿没有障碍还有智慧通过四种甘露的加持跟洗涤我们说的业障跟病障很快速变成黑水或者黑气从全身毛细孔往外排除再观想阿弥陀放出四种甘露加持刚才所回向的非人还有三恶趣受苦一切众生还有所有无始以来的冤亲债主这些非人也得到阿弥陀四种甘露的摄受之后内心充满着希望光明喜乐的强大觉受然后被阿弥陀大慈大悲大力的菩提心摄受快速的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当中好请起立好最后代表自己也代表一切如果有情以最恭敬最虔诚最感恩的心向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本尊上师护法圣众自诚礼谢行稍逊礼于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好谢谢谢谢师父谢谢法师我先关掉了这个我还没有刚刚没有关我等一下再关出来外面见面。不要去那旁边。不啦。屁股也干。该问这屋啊。阿哥小孩子啊。阿哥还有妈妈。就大家一起见面了。很多人啊。你要加班吗？
早上啊，那个法师啊，甲迄个赶，叫阮出去，不要上，不要你，嘿啊，甲伊赶，一直甲赶出去。多久？迄个足够笨，迄个啊。安尼，甲赶。嘿啊，一直甲赶。还没有甲赶。哎呦，一直笨啊！啊笨啊，咱啊法师讲，啊你无要教学，啊咱拢学别人个，啊摕别人个来甲我笨，你出去啊！你别跟我学了，结果不然我们刚刚坐着啊，刚刚坐着啊，那也是继续的嘛。我再来跟你一段。哎呀，他早就开始问啊，啊问法师来解说啊，啊伊搁一直问，啊两个思想拢无共款啊。上第一问的吼，较生活化。啊，伊咧问个问到遐，遐拢无的。伊别个听听下，大家有咩疑问？爱怎会这样？啊，起来，啊来个崩华师啊，啊个课本就无关系。欢迎，感谢。
要出来吗？咱买个啥？啊？
想买那个看，够一个，文件，好，那就无法度啊。已经没有不知孝道了。你讲那个你不好说。哦，那个啊，那个有影啦。伊讲这讲这句是有影，伊不是无有效。他现在看我不顺眼。没有啦，你本来就要跟老婆住了。你老婆没法得啊。啊，顶个没讲好。外公，我太太个性很强。对的，那时候不是说好吗？前面后前面卖啊。我是卖黄鸡蛋豆。我买黄豆，伊个过程就是安尼。他早的阿玲。啊，你买东西还久啊？那我冒差。来240，那个林先生做鱼锅。应该是应该是老外来的大家都要共同体谅，对不？来，请坐。你讲的呀，你有学过伊无学啊？你有咧学哩，伊无学啊？啊，今麦嘞？嗯？咱有的拿过，这个咱有的拿过。啊，今麦煮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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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做老板挺好吃。你做嘞老板挺好吃。你做啊煮。你凭什么不还做？凭多一条理由。啰嗦。讲你啰嗦。啊，是你的啊，是伊的瓜子，不是你的。你不要讲是伊的瓜子，不是你啊，我唔对人啊吧？阮孙登记大了，对，今天嘛在想呢。我那么直接讲，我们也跟很想念他。我要跟他无讲出出来呢，就讲我，讲我就是无，无迄落，无情，就无咧怀念他。啊，讲的我嘛有甲你讲过，讲阮孙去台湾。啊，我那无，那无讲这個，我连讲我嘛怀讲。我白卡啦，我白卡你知无？我白卡。我睡，我假意呢。我咧困，本来想我爱来，我讲人爱来做一点困。啊，以前你有，我今后今日有病，哈哈哈哈哈。一点来下落。啊！你点么也挺苦的这种，啊！你这物件歪歪经理歪半个，安怎在咧调歪啊？好，谢谢。应该是讲，啊，你歪半个，哦，啊，我再到底如何？要讲好话的话，对不对？天公啊，你平哦，嘛是会少量的，安怎？哎呀，会少量啊！我是袂介少量的，伊就介无名火一直一起一边。还是改三。谢谢啊。
要不先把你拍什么啦？先去再讲。先去啊？好吧，因为我可能会有一个计划，有一贯道，一贯道有一个道亲，他说可以住在那边，不是住在那个什么三星亚五。你来三星五级的道场，啊，要有人用过，到一贯道的道场，也是用过，啊，一个里跟他蛮规模，真的、哦、这么好啊、哦，哎，那也不错呢，哈、哦，那、啊、也蛮适合你的啊。爱做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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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也是一贯道，再去是一开吗？啊，再去是去咧干？啊，另一个朋友开吗？再去定位？我脏了。哦，你有去过一次啊、哦？我本来也是一贯道，一贯道话我，我看到你一贯道做班主任，那好，这没当买下了。什么道场都买哈？他在一贯道做房间，阿姨就是这里给他介绍做房问。啊。那这个你投较济呢？阿姨，你讲我听听。这个无听。是较早有听听？无啦，伊两个，伊个，伊在一贯道。看能不能来不停的去广东读书了没有？在报了报。早。哎，他今年都无来啦，他讲伊没关系。嗯。啊，我都继续读。胡志还在外管呢。啊。胡志啊。嗯。在外管。大汉的不如我，大汉的不如我。不是今天我们招收招足多，啊，你无尴尬？啊，无去尴尬。我是讲，不是今麦刷遐个？啥物道刷吗？刷个十字去。迄间有啦，但是伊个迄个啥？下一个办公厅拢刷遐个。呀。去无用去无伊遐。我也是皮肤，我这好个呀。他今麦还在做广告去的呵，呀。要上办公厅，是不是就我办公厅？要上听什么农管处啦，什么？啊，台北，台北，今嘛，从教室的，是啊。教室，
到底拿过有几间啊？也是伊的基本道场啊，即两间若无就拢完蛋了。安尼啊。我你吃起咱吃零头，你也吃起来吃零头。无啦，迄阵家己看，我也唔看。要去做饭？有人甲讲啊。对啊，我都唔知啊。大部分都是。可以啊，做会可以。我班长哎呀，来新加坡在跟伊讲，你啊，我在跟，无啦，我无在跟伊讲啊，无阿小调啊。啊。
继续。阿弥陀佛。Me
四门归敬仪通真经啊，诸上善人大家午安。阿弥陀佛。好，大家请放掌。这样后面听得到吗？听得到。嗯，好。这个四门归敬仪啊，是我们这一届这个三归一的课程当中我们用的教材啊。那这个教材本来这个。好喂，嗯，要紧张咯。等等，稍等，我改用这个。刚才上，刚才没有结束的时候没有做一个补充，好，哦，好的，那这个我们刚才讲了这个五戒八戒的持办别相，到时候我们下次啊就从这个遮戒的部分来讲，遮戒在哪一页呢？到先跟大家先说一下，在299，好，299有页，第二章遮。遮戒就是我们的持办别悯当中，这个分为信罪跟遮罪。那我们到时候我们先从遮罪开始讲，好，遮罪开始讲，就是这个299页。我们下次上课的时候就从这边开始讲。那在这里跟各位说一下，下次上课是几号？今天是9月2号嘛？哦，啊，9月9号。诶。二号有那个慧尊法师帮我代课，哦，因为刚好也有国外的弘法的因缘，所以九月来我就请慧尊法师代课，哦，那假设慧尊法师代课的话，他讲就可以，你在那个加会里面跟他说，或者法师有另外备教材也行。OK， 那就到时候代课请那个慧尊法师。那假如他有讲部分，到时候加会再跟我说。法师讲到哪部分？好的。那原则上，到时候我们后面还有到我们这一期的课会到9月30会告一段落，然后还有10月28跟11月4号的样子。对。那本学会还有这几堂课会来跟说，那后面没有讲，到时候就是慧尊班老师、慧尊法师有讲，后面到时候有空档的时候，到时候再把它。有课空档可以把它再继续把这个课补完，这样子，那今天的课就到这边，那请那个嘉伟跟那个代课法师说一下，那假如他要讲这个五戒八戒的话，可以从299页这个饮酒戒开始说，好不好？好，那假如没有的话，我们下次上课我们就从遮戒部分开始说，因为遮戒比较短，可以，因为我们后面那结束不多，所以可以先把它讲完。大家未来假如受五八戒的时候，遮戒的部分比较容易违犯嘛，就是说了解清楚的时候也可以比较容易反复，那因为信罪的部分那比较多，解释也比较多，那就是到时候这个五戒八戒的课程啊，有的我们就随便把它讲，那到反正到持办篇的时候，到时候有机会也会把它讲，尽量把它讲，好，那就今天课程就到这边哈。那向下文长附带来日为笑。
佛三位是。阿弥陀佛，恭送法师回流。不老送。阿弥陀佛。